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趁着这几天天没下雨，赶紧出来摘茶叶苗啊！这茶叶呢是去年种的，去年二月份种的，一年时间已经长得有这么大了。这里取出来，然后那边就栽种下去。像这个茶叶是我们这里的产业，一大产业。现在很多人都在这里种茶叶，我们也是去年刚开始种的，这个的话要三年以后才能采摘。茶叶苗太密了，导致养分不足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多移植些出来，让它更好的吸收养分。怎么种啥呢？像这种没茎的，没茎的就是不行的，这种就浪费掉了，这种有茎的才能种植下去。留还留多了几圈，还冒着一个，贴个米啊，还就送到，还就送到这个。给谷种还早啊？就等于说还冒干先好。对啊，种还早，种好早啊，是吧？像这种就是被那种虫啃烂了，没用的。这个就是以前那种茶叶籽，现在发芽了，成这样子了。这种开过枝的就很好种，单个的就没开枝的就很难种，很难种活。茶叶树苗的种植应该在干燥的土地上，要以根部为起，可种植。茶叶本来就好嘛，快种上去。茶叶树叶用不种上哎。这个房子里可穷了哈。你放。我去干了，种茶叶时我就没去种麦片。我去干啥？种麦片吗？你捡骨头去干啥？拿着茶叶用，这就偏心的干，对都商量。茶叶用嘿，我们这个去商量。我先等他干了，工作我整了这个商量。种豆一定要以根部为起，哎是啊，放人豆皮，茶叶不豆皮，放人豆皮，这放人豆皮小猪田，你们各位，哎给，还种米种，奶奶还就把个种谷种，奶奶还豆皮是吧？不是。你那叫猪公高，我用它劈东西吧。好了，刚才那个茶树苗已经种下去了，现在来种点茶叶籽。看，这就是茶叶籽。个个都是颗大饱满的，反正先种一掌，先保证存活率，然后以后再来拔苗，就更好弄。这茶叶籽啊，不要种的这么深，要种浅一点。好了，现在茶叶苗、茶叶籽都种完了。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大家有什么种植茶叶苗、茶叶籽方面的
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看到就回。喜欢我的话，也可以关注一波，谢谢大家。